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花枝小妹，我是花姐。花姐本期继续来给大家分享好吃的，我们一起来拆箱看看。哇哦，一个超大的骰子，看来今天我们要玩好玩的骰子啦！啦啦啦啦啦！哇，骰子可是有很多种玩法的哟，你们知道几种呢？可以给我们推荐呢。来来来来来，哇，绿色的骰子、黄色的骰子和正宗的白色骰子，上面写着骰子果汁风味糖，看来这里面啊装的是糖果呢。糖果先等会儿再吃，我们先来玩几把。哇哦，哎呀，这骰子啊上面都有不同的点位，六点、三点、两点、四点和一点。哇哦，一二三四五六都到齐了。好像在玩牌哟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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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不是来玩牌的，平时花姐也不玩牌。来来来，我们来丢个大小吧，这有三个骰子，大家可以猜一猜接下来花姐随手一丢的话会是几点呢？来导演你猜一个，几点几点几点呢？我就来猜猜吧，我想的话接下来三个骰子点位合并起来的话一定是双数。好，我们就来赌这个，你如果不是双数的话，花姐就做五个俯卧撑行不行？哎哎哎哎，平移回来。大家看看，六加六加一，注脱点就十三点，十三点可不是双数呀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一二三，哇哦，六加五加三，六加五加三，这个可是双数哦，平了怎么办？那就三盘两胜，还有最后一局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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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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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不行，掉了掉了，哇哦。推回来，四加三加二，哇，这等于九，又是单数，输了输了输了！难道我真的要做俯卧撑吗？哼，做就做，花姐说话可是要算数的。行，大家看看我做俯卧撑，五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哎呀，啊，大家看这手啊，撑在地上。撑痛了，愿赌服输，服气服气啊！好了，玩完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可要尝尝这些骰子里面的糖果都是什么味道的。哎呦，好像就是，哎呀呀呀，还不同造型的呢。哎呀，哎呀，给大家看看，哎，做的我气喘吁吁的，这个有各种不同造型的香蕉、苹果、草莓啊，吃个香蕉吧，缓会儿劲儿。这香蕉呀，可不是香蕉味儿。哎呀，一股好奇怪的味道，说不上来。但是呢，这糖里面是软的，可以咬的。好酸呀，这香蕉。哎呀，好酸好酸好酸，不是很喜欢这种味道，但是呢，非常喜欢玩这骰子。这骰子啊，不仅可以做小游戏，还可以做算学题。好了，那我们本期的这个超有特点的骰子风味软糖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，喜欢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和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